那个八点钟如果时间还没调好的话，线上电编好了。啊。那我先到你的每时每刻，嘉南古迹与你一起开启风潮，与你一起古气向上，古气新时代，与你一起加古气。当古气顽强生长，当古气撑你向上，每时每刻，嘉南古迹与你一起开启风潮，与你一起古气向上，古气新时代，与你一起加古气。当古气顽强生长。嗨，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盖尔奇的直播间。今天特别高兴，也特别荣幸，因为来到盖尔奇的直播间有一种回家的感觉。为什么？因为从小到大特别多的瞬间经常听到很多人口碑相传三个字，就是关于盖尔奇。尤其像现在越来越年纪增长，我希望让自己每天都开心一点，我就更离不开盖尔奇的陪伴了。而且除此以外呢，一直自己去使用的品牌跟他合作的那瞬间，也有梦想照进现实的感觉。当然今天大家也都一直在等待着一位美少年，我本人也很期待跟他的第一次见面。今天在直播间向上大家致以问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佳念。今天我们的直播主题非常的有趣，叫做与你一起加古气。那当然这个与字呢，不用我多说，大家也都知道，它是我们的宇宙，它也是我们的朗朗星空，它也是我们的想象。今天这一个代表宇字的人也会在我们的直播间现场一起进行直播，他就是 Into One 的刘宇。我们这位美少年呢，其实经过非常多的艺术化的熏陶，让我们看到一个特别完美的形象，但是他一直孜孜不倦，都说自己要跟自己比，更加的努力。他也是我们盖尔奇品牌的骨气青年形象大使。那今天小宇也会在我们的直播当中给大家带来特别多的福利，我相信你一定非常的好奇，今天我们盖尔奇的这颗牛乳钙软糖到底有什么样的惊喜。那接下来呢，佳念就要给大家来进行揭秘一下。首先呢，今天我们的这个盖尔奇的软糖的糖盒就非常的漂亮，这一款是我们新款的盖尔奇的牛乳钙软糖，它是专门为成年人打造的，你可以吃，我也可以吃啊，随时想吃随时就可以拥有它，而且是来自于牛乳乳清的乳矿物盐，五粒就相当于200升牛奶的钙的含量，一天成年人摄入200升的牛奶就是 OK 的了。那香橙口味的软糖嚼起来非常的 Q 弹带劲儿，所以也是非常的好吃的。那心动这款软糖的朋友们，大家也千万不要着急，因为马上就要给大家带来这款购买的链接啊。今天呢是我们的与你在一起的一起加骨气的特别棒的主题的直播专场宠粉的福利。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一共会有7轮的优惠券的发放，全场通用，非常非常的大方。所以话不多说，我们先来一波福利券练练手。在说福利券之前，我看到很多人都在打他的名字，感谢大家对他的支持，他一定特别的开心，请大家继续要保持这份力量啊。各位，接下来就要开启我们第一轮的实力宠粉福利优惠券，先到先得。现在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要为大家上券了，请允许佳念来倒数一下，3、2、1上券，第一轮快来抢，抢到之后再买啊。今天的羊毛既然我们的盖子给大家了，不薅是不行的。哎，已经上券了，恭喜抢到的各位宝贝们，大家记得要赶紧来领取和购买你们喜欢的单品。另外今天除了优惠券的发放之外呢，我们今天也在直播间下单会赠送周边的礼品，特别丰富，这些全部都是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他特别说的，他说如果粉丝们喜欢，我们就多多送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也爱他们。所以今天马上要来链接了。一呢是一款3盒组的软糖，也就是我手上拿的软糖是3盒1组的产品链接，只要购买一组产品就可以得到一整套的 Into One 的刘宇的定制的明信片，明信片呢就在佳念的手上了。哇，现在还是滚烫的，因为非常的新鲜，每张都很帅气，白白朗朗少年。各位，那其实呢我们的明信片之外呢，每套里面都有4张，那每张明信片背后呢其实还有我们的二维码，大家拿回去之后就可以扫出我们的惊喜福利，其中有3张呢是我们 Into One 刘
宇的定制高清的壁纸，另外一张盲卡是可以在8月24号，也就是我们的小宇当天生日的时候，开启刘宇的隐藏视频的福利。那今天在直播间的三个组的产品，一组的原价是149块，今天只要点击产品链接拉到详情页面，大家往下拉，拉到详情页面里面来领取优惠券，下单立减30块，到时候只要119块，119永远长久，这是你和他之间的爱情，好不好？好，那其实呢，现在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也要给大家上链接了，允许我再次倒数，3、2、1，请上链接，上链接，快上链接啊，各位，好，上链接，啊，已经上链接了，各位。那么其实除了我们要在上线的链接呢，是二，是一组四盒装的产品，也就是一组四盒装，里面购买一组的话，我们会送给大家一份 Into One 刘宇的同款的 DIY 的骨气惊喜。糖盒和我们的贴纸，糖盒就在这儿，那贴纸呢也在佳念的手上，有小雨的形象，还有可爱的卡通形象，这个是要送给大家的。今天直播间的原价是199块，点击产品链接拉到详情页面里面领取优惠券，下单立即减40，到时候只需要159块。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给大家上链接，3、2、1，上链接。大家一定特别的期待小雨的登场，我也特别期待啊，他离我挺近的，待会儿就会跟大家见面啊，别着急，我们把所有的金主们要跟大家说好的这些福利和羊毛告诉大家才行。那马上还要上新的是我们的链接三，是一组五盒装的软糖的产品链接，购买一组的话，我们会送什么呢？我们会送特别棒的好礼，会送我们的一个桌面的人形立牌。桌面是这个吗？导演，就是这个，这个要送给大家吗？哇，这个要是看他学习的话应该很有劲儿吧，这个人形立牌要送给大家的啊，各位，我们可以来买五组的送人形立牌。除此以外，我们也是有两款 Into One 刘宇不同的 pose 的人形立牌，非常非常可爱帅气。今天的直播间原价是249块的产品，大家点击我们的产品链接到详情页面里面领优惠券，下单立减50元，只需要199块。来，3、2、1，赶快上链接，上链接，大家赶快来拍啊，人形立牌这一组。那接下来最后为大家上的是我们的链接四，是一组里面六盒装的产品链接，购买一组的话，我们会送一个 Into One 刘宇定制的抱枕。抱枕在哪儿？在佳念的身后。哇，好帅呀，这个各位想一想，拿回去如果要是抱在怀里面，每天再来看他的作品的话，是不是新生阿姨呢特别开心，我都替你们感到开心和愉悦了啊。我们的抱枕会送给大家，今天直播间的原价是299块，但是点击产品的链接拉到详情页面里面领优惠券的话，就可以下单立减60块，到时候只需要239元，是不是特别优惠呢？所以不要多说了，3、2、1，上链接，好不好？上链接，各位，谢谢。那今天呢，我们除了这些优惠给大家之外，我们还会从开始到结束一共有六轮的优惠券，加上六轮的抽奖。因为小雨实在太受欢迎，他的好朋友盖尔奇决定给大家加福利，所以大家要记得几件事情：一，一定要关注我们的直播间；二，一定要加过来购买我们的单品；第三点，一定要分享我们的直播间，多多点赞，多多分享，这样的话把我们的直播间通过各种各样的社交平台分享出去，让大家一块共襄盛举。那所有的奖品和福利的前提也是首先要关注，其次要加购才可以，好不好？恭喜大家。好，那我现在要把我们今天的主角之一牛乳盖软糖放到旁边去了，因为接下来要为大家欢迎到的就是众所期待，有请盖尔奇的骨气青年形象大使 Into One 刘宇来到直播间，欢迎小宇。Hello， 主持人好，直播间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盖尔奇骨气青年形象大使 Into One 刘宇。哇、哦，小宇真的，我见了这么多的年轻艺人，但今天小宇给我别开生面的一点是无懈可击四个字啊。哦，谢谢。对自己的工作非常的专业，要求也非常非常的高，因为希望给粉丝们一个特别完美的自己。对。所以跟盖尔奇一样都是完美的，都是无懈可击的。是的。那其实我知道小雨是学中国舞出身。对对对。应该是在礼仪教条当中有比如说古人怎么跟大家打招呼的那个手势，对不对？有。教教我来。有一个插手礼特别好，我在节目当中也有教过很多的国际的朋友们。然后他其实是左手一个六。六。右手是一个掌。哦，我以为左手六右手七。好，然后把右手的大拇指放在左手的这三个指头当中，哦，这样子，然后这个小拇指贴近你的手肘，贴近手肘，然后就从眉间到胸前，从胸前再到眉间，再到胸前，这个就是一个古代礼仪的打手插手礼。对，插手礼。就平常我们在古代的时候，比如说遇到好朋友了，遇到兄弟了，我们就会用这样的方式来见面的一个礼仪。哇，刚刚不知道为什么刘宇在做的时候，是因为长得太漂亮吗？所以我有一种感觉啊，就是翩翩公子是刘宇，只是精灵在人间的感觉。好，谢谢。哇，赞爆了！大家学会了吗？我们的插手礼，因为小雨一直都在非常用自己的工作传统中国的传统文化，我觉得这点也特别好。那其实想问问小雨，你的好朋友也是今天的盖尔奇，尤其是这个牛乳
盖软糖。是是是。你对盖尔奇这个品牌的了解和之前的印象是怎么样的？其实盖尔奇这个品牌，我觉得它算是一个非常耳熟能详的名字。嗯、其实，像我的家人还有我自己，就是从小就非常熟悉这个品牌的。嗯。嗯，经常因为打开电视你能看到广告，对、啊、然后老百姓们也口碑相传啊。是，我还蛮期待小雨有一天也是老百姓们大家口碑相传的非常正面的好演员和好歌手。谢谢。那其实呢，我要跟大家说的就是盖尔奇是首个进入中国的国际知名的钙补剂的品牌，那同时盖尔奇也拥有众多的中国多营养学的专家的口碑的推荐，它也是全球的专业人士普遍推荐最多的我们的钙制剂的品牌，而且在国内也有非常好的海量的口碑和销量。上次小雨跟盖尔奇已经拍过宣传片了、嗯、是有没有偷吃糖？当然当然，我在现场就是一颗一颗停不下来。你这样讲我觉得现场我们俩不吃一下都对不起这个好吃的糖了。对对对对对，是是是。因为我之前为了保持一个新鲜感呢，决定今天和小雨一块儿来尝尝看我们的糖怎么样、嗯、哦，它是橘子瓣的形状。对，橘子瓣，它吃起来该不也是橘子的味道？是哦，你尝一下。我的妈，好橘哦，这个好橘，特别有橘子和橙子的柑橘香。嗯，哇，所以我吃这个同时也会让我很开心，也会让我更加的嘴角向上变得健康，真的很棒。那我其实知道我们的盖尔奇跟小雨已经有过深度的合作了。嗯，哎，这个糖真的是跟小雨很像，酸酸甜甜的感觉啊。那其实现场我也想考验一下小雨盖尔奇软糖的卖点，看小雨能不能正确说出来、嗯、好不好。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了，就是我们的盖尔奇牛乳盖软糖，它是专门为成年人打造的、嗯、随时随地你想到随时可以吃，而且它是牛乳乳清的乳矿物盐、嗯、五粒就相当于200毫升的牛奶的钙含量了、哦、而且它是那种香橙的口味，就是你刚才说香橙口味、嗯、而且它的 QQ 弹弹非常的弹牙，而且它的果香特别的肆意，你一咬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呦，整个嘴巴里就像橙子爆开来的感觉一样。就我蛮期待小雨这场多说点话的，他只要一说我一空档下来我就多吃几个糖然后不开玩笑，一边吃着我们这个特别棒的牛乳盖软糖一边和大家在说，马上要给大家一个小惊喜啊！我们现在马上上架的链接就是我们的五，是我们为大家准备的限量的200份的盖尔奇牛乳钙软糖产品，只要9.9就可以 get 我们 Into One 刘宇的同款软糖，只有200份。另外大家点击我们的链接五，就可以来进行购买。好，我们准备上链接了，我们一起来倒数3、2、1，好不好？没问题。来，准备开始，3、2、1，上链接，来拼手速，大家赶快来抢购我们的牛乳钙软糖，这价格真的特别划算。没抢到朋友也千万不要灰心，因为接下来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波抽奖，小雨来嘛，给大家争取福利。他说了，哦，我没有其他要求，可以给粉丝多抽奖吗？嗯，一定答应他。所以今天就是给大家谋福利的，我们要送出的第二轮的优惠券福利给到大家了。我们将以弹窗的形式来送出我们的实力宠粉福利。好，倒数3、2、1，请上券，大家快来抢券，好不好？好，恭喜大家抢到券，赶紧去购买啊！同时还要记得一件事情，待会儿我们会抽5位粉丝送出 Into One 刘宇的全套的周边。好，那直播间的朋友们，我在这要再次跟大家说到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我们大家现在已经开始抢购了，对不对？那这一轮我们将会抽取5位的幸运观众朋友们，送出大家一整套的定制明信片的盲卡，大家可以赶快来抽取起来了。参奖的方式就是来关注我们店铺，加上购买我们的产品，同时评论与你一起亮相，小雨的雨，与你一起亮相，好不好？嗯，与你一起亮相，心动哦。是的，与你一起亮相。嗯，今天能跟小雨一块亮相的是我，还蛮幸运的啊、哎哦。OK， 那大家会打出来好不好？与你一起亮相，谢谢大家，肯打出来吧。那待会儿呢，评论了与你一起亮相之后呢，我就会看到大家。哎，好快，真的不用多说，来 iPad 递给我吧。好，请小雨倒数3、2、1，来截屏啊。准备5、4、3、2、1，好，截屏，恭喜。我来看看啊、嗯、五位的话那刚好就是这五位了。来，我们相机的镜头星星大哥给一下，这五位恭喜你们获得了我们的第一轮的奖品，恭喜你们，哇，赞爆了。我把这个完成一下给大家，小雨应该是希望每个粉丝都能拿到奖品，是是是，但是大家要拼手速啊。好，那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说如何来领取我们的奖品。欢迎大家呢要把我们刚刚每一轮给大家的这个定位好的这几位获奖的粉丝之后呢，你们要赶快来截图，然后呢要在后台跟我们的客服联系，留下你们的地址、联系方式以及购买截图。那直播结束以后呢，我们具体的发货时间会跟大家来联系的，好不好？后面还有5轮大奖，所以不要气馁。好，我们继续开始我们接下来的直播。那接下来呢，我要跟小雨做一个小游戏、嗯、这个游戏名字叫做记忆力大挑战、哦、一定是跟你本人有关的、嗯、游戏规则呢，
我们就是要请小雨来认真观看一段视频以后、嗯、然后根据这段视频和围绕它，我会在里面找问题然后出给你。好，小雨要尽快的回答给我，如果回答正确的话，哎呀，给粉丝的福利就更高了。那我肯定没问题。真的吗、嗯、自信满满。是中国舞 boy 就是这样的。好 OK， 那接下来呢我要开始给我们的小雨放视频了。我放在这儿让你跟粉丝们看到 好吗、嗯、能看到吗？这样可以。好，三二一走。哇，太帅了。这个就是上次拍的宣传片。对对对。哇，嗯，拍的真好，我刚才真会拍。我蛮好奇，我说小雨自己看自己的宣传片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嗯，拍的挺好的。主要是孩子长得本身就漂亮，好不好？ OK， 那其实呢，问题已经应运而生了。第一个问题，小雨准备好了吗？嗯，准备好了。第一个问题就是，刚刚在视频里面你提到了几次骨气？哈？请作答。那应该是在我的台词里。是。嗯、回想一下。当骨气顽强生长。五、四、三、二，凭我感觉应该是四次，不知道对不对，应该是四次。哎，小雨，你知道为什么有四次吗？我觉得蛮棒的，因为在五线谱里，四次是代表发，对不对？对，哆来咪发，对，你跟盖尔奇都要一起大发了。哇，谢谢，太会说了。哇，是的，恭喜四次回答正确了。这孩子难不住，接下来我要找一个更难一点的问题才行啊，嗯、各位。那我也希望大家就是记得我们的关键词，希望大家都一起有骨气的好好有精神的生活，好不好？好，那其实呢刚刚已经看过了我们第一道问题，接下来呢就是小雨要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了、嗯、你的好朋友盖尔奇的牛乳盖软糖、哦、好，请你好好观赏它，待会儿我来出个题好不好？太漂亮了。是的，最近呢因为其实小雨太受欢迎，工作安排也特别特别的满，但是他一直用好的精气神和大家见面，我相信应该就是吃了非常甜的糖送给他非常甜蜜的力量吧。大家也一定要汲取你们生活当中甜蜜的力量，让自己健康开心每一天，好不好？ OK， 怎么样小雨？嗯，看好了。嗯，好，乖孩子，我们看看啊，看看是哪个问题。嗯，各位，我们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嗯，就是在我们的盖尔奇的这个软糖的上面、嗯、我们包装上橙子上面嗯写了哪几个字、嗯、啊，等一下，回忆一下字，回忆一下，牛乳盖软糖，牛乳盖软糖是它的名字嘛，那在它的上面的橙子上面写了什么字呢？橙子上橙香四溢。哎呀我的天哪，恭喜。嗯，哎，小雨，我觉得你跟四有缘，刚刚是说了四次，哎，这次城乡四溢、哦、是是是，对不对？对，特别棒。哎，真是在这。对，所以在舞台上可以放肆跳舞的翩翩美少年跟四真的是有关系，恭喜你又回答正确了啊。那接下来呢最后一题真的蛮有趣的，请小雨听好。嗯，盖尔奇牛乳盖软糖。 盖尔奇牛乳盖软糖啊，是的。那其实呢专为成年人设计和打造，随时分享，五粒就相当于200毫升的牛奶的钙含量。嗯，香橙口味 QQ 弹弹。嗯， OK， 好，三二一，请问小雨，我刚刚这句话当中最后一句话说的是什么呢？请作答。香橙口味 QQ 弹弹。这我跟你说，我这次不可以，可肯定不会被你套路进去，是不是？是不是？不是，问题这个就是很好做答案。首先，香橙口味我们刚刚说过的，对不对、嗯嗯、？QQ 弹弹 ，QQ 弹弹就像小雨的皮肤一样 ，QQ 弹弹也像我们的软糖一样 ，QQ 弹弹，毫无疑问呢。所以真的，来全场我们同事们掌声鼓励小雨，真的是超级棒，回答全部都正确了，恭喜。嗯，好，那其实呢，我知道直播间里很多朋友们或许没有反应过来，但是没关系，你们的偶像帮你们都已经一一解决掉了，真的是四肢又发达，头脑也发达，让我们感受到偶像的魅力哈。那小游戏的小环节已经过去了，小雨成功回答到我们的题目呢，接下来还要给大家第二轮抽奖和福利的时间。我们第二轮的抽奖是你们的偶像帮你们 get 起来的，好不好？大家先来点击屏幕上面的小爱心点赞，疯狂的点赞起来，多多加关注，然后一定要加购和购买我们今天的大家觉得需要的单品，好不好？那点赞就有机会来开启我们的隐藏福利，现场将会抽取五位粉丝，送出的是 Into One 刘宇的全套周边，全套周边哦，各位。那我们第二轮的抽奖福利呢，是来抽我们的六位观众朋友们送上我们的盖尔奇品牌专场的直播福利，一定要点赞和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并且购买我们的盖尔奇的牛乳盖软糖，同时评论盖能量满满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
抽奖，好不好？那在抽奖之前呢，粉丝们都说要有鼓励精神的生活，所以我们也将宝宝们送上我们第三轮的福利的优惠券。那接下来话不多说，三二一，请上第三轮的优惠券，上来吧。我看到了，我这边的网络跟大家不知道是不是一样，会不会有延迟？大家根据自己的网络不同呢，会有我们的网络延迟，一定会到，也许会迟到，但一定会到，请大家来赶快抢券进行购买，好不好？好，那其实呢，我记得要大家关注直播间来购买我们的盖尔奇牛乳钙软糖，就有机会获得奖品，而且一定要评论什么？钙能量满满，棒棒，棒棒的孩子，是的，那这一路。那我们将会抽取六位幸运的朋友，奖品是每人随机一份 Into One 刘宇的银人形立牌，就是这个，对不对？不同的造型有两个，小雨你更喜欢哪一个？我觉得两个都是挺好看的，因为两个风格不一样嘛，就看大家喜欢哪个了。我相信大家也是难以取舍，我也一样啊，所以大家赶快来参与。参与抽奖的方式就是关注店铺购买产品，同时评论钙能量满满就可以参与抽奖了。那接下来我请小雨给大家倒数五个数来抽取六位幸运的朋友，好不好？准备咯。五、四、三、二、一，好，已经抽到了。那第一瓶呢，我们只能抽五位，只能抽五位，所以这五位来赶快截个屏，好不好？这五位赶快来截个屏，好不好？赶快来截个屏，然后我们再来抽另外一个，因为有六位观众啊，六位也蛮棒的，代表大顺哦。我们来看一看，好，来小雨倒数，五、四、三、二、一 ，OK， 好。我看到有个粉丝评论说主持人哥哥好棒，但是头是小雨的两个大。哎，没有我承认比较靠后，这是一句实话，这你也不要客气，小雨哥哥自己也发现了我自己也发现了啊。对，我还是蛮开心的，看到孩子们越来越赞。各位大家请看，第一位就是我们的六位粉丝的第六位，他获得了这个奖品，好吗？恭喜大家，恭喜你们，好开心No， 而且其实你的粉丝都超有礼貌，提前跑到微博上面去好好的来打赞，然后说麻烦老师多多照顾小雨。我说不用，孩子特别有礼貌，他会照顾我的谢谢粉丝朋友们，谢谢。好的，各位，那刚已经截图过了，我们的老师也给过特写了，大家一定要来看清中奖 ID， 截个图，然后事后呢把你们的联系方式和电话包括购买的截图一起来联系我们的官方客服，直播结束以后会尽量来联系大家，大家把礼物尽快送到你的手上的。好，那经过刚两轮抽奖没有中奖的朋友不要灰心，因为后面还有四轮大家等待着大家。那其实我最近比较好奇一件事情，就是小雨刚刚官宣成为了非遗的京剧的新推官。是，这个实在是有点太棒了，因为其实中国古典舞里面的比如声韵课或者说是你们的基训课有很多身段，对对对，它都是最早取自于我们的国粹京剧啊。什么样的契机有这个机会，是不是很开心？我觉得首先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于我来说它的意义是非常的博大的，因为它有很多很多美的东西都很吸引我，不管是京剧，不管是舞蹈，古典舞，民族舞，我觉得每一点它都有它非常非常美，而且它的底蕴都非常深厚，所以我觉得自己是觉得好的，然后我觉得它要去真正的能够让我去传承给大家，而且我一直不觉得我自己是传承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一直在做的是一件传播的事情。哇，我还没有到传承这个份上，我觉得自己还得努力好久好久才能到传承这个路上。每一次大家都说传承，其实不是，我只是一个想把我自己知道美的一些传统文化传播给大家，让大家知道，然后去了解背后的一些故事，背后的一些细节，我觉得这才是我做的事情。然后之前呢我也有学习到一些京剧，找老师专门学习传统的一些京剧嘛，其实正好也很幸运可以成为非遗的京剧的新推官，然后这整件事情就让我觉得哎，成团之后有很好的契机，哎，有这么多人关注到我，我还有这么好的机会向大家传达我所了解的传统文化，就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我觉得刚刚小雨的柔软有激到我，应该每个人现在容易感动的点就是这孩子他内心散发出的一个正能和正向的选择，比如说他说我现在还不能够作为传承者，但我可以作为传播者，是他的谦虚，也是他未来有所寄望。等到有一天小雨自己认为自己可以成为传承者的时候，我相信给大家的一定是非常大的惊喜和惊讶，我特别期待那一天。然后其实说到这儿呢有点惭愧，我没有坚持下来我当年小时候的专业，后来现在做了主持人，大学学的是电影啊，但其实我在中专时期呢，其实是舞蹈学院学中国舞的，我们是一样的，是。但是呢，因为可能是不是因为头大，所以没有，因为其实后来自己人生选择的问题，所以我特别
清楚，嗯，刘宇如果想要有现在的成就，他到底经历了什么？比如说，我惊讶的是小宇的资料里居然告诉我是四岁开始学习中国舞的，对对对，那是他的骨骼还没有长成的时候，孩子就需要在那个情况下，比如说压软开度，每天的起早功之类的，练舞的时候手臂和腰部还有膝盖都受过伤，哎，对对对，最严重的伤在哪里？最严重应该是手上的这个地方。就是这到现在他还是没有一个完全恢复好的。我比较能体会，比如说我们在上技巧课的时候，毽子小翻手戳地的过程，对，那是非常可怕的。对对对对对。对，哇，心疼你。但是其实那么多的经历，怎么坚持下来？有没有想过说，哎，我要不然不坚持了？啊，其实每个人都觉得学习舞蹈的是一个非常辛苦的过程。但是我跟你说，如果你真的热爱的话，嗯，其实你不觉得它很辛苦。嗯。虽然你当时可能觉得啊压腿很累，但是其实你。累完了疼完了之后你看到自己的进步，那一刻你觉得所有疼痛都不算什么。其实小时候有很多受伤的时候，就我觉得受伤这个东西是不可避免的嘛，对吧，就觉得受点伤其实也算是自己成功路上或者是往更进一步的路上的一个印记。对，然后我就觉得没有打消过放弃的这个念头。对，从小应该一直都是这样，我觉得一直会坚持下去的。忽然想到一句话，就对于刘宇这样的优质的年轻人，大家有什么理由拒绝喜欢他呢？然后因为我能看到他跟把杆为伴，跟地毯为辅，然后一起每天在练功的过程，期待，对他未来有更多的期待了。好，那其实小宇非常热爱舞蹈，大家一定要注意骨骼的健康。是，那其实盖尔奇之所以跟小宇一块儿，他们有这么棒的合作，其实也就希望为大家一起提供骨气的加持，骨气满满哈。那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一款我们盖尔奇的牛乳钙软糖，它是专门为成年人打造，随时随到随时想吃都可以，而且是来自于我们的牛乳乳清的乳矿物盐，5粒就相当于200毫升的牛奶的钙含量，非常棒，嚼起来也非常的 Q 弹。刚我已经不小心吃了4颗了，哎，我还有1颗的扣打，待会儿一定会吃光它。没错，盖尔奇牛乳钙软糖骨气满满，这里也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骨骼健康，然后我们平常呢要多运动，盖尔奇也是可以帮助到大家的。是的，那其实盖尔奇也是特别的推崇我们的中国文化，和小宇其实是一样的。我觉得其实大家之前在网络上有看到过一件事情，说比刘宇做得更好的人只有刘宇本人，也就是他自己一直超越昨天的自己。你不会给自己太大压力了吗？其实我跟你说压力肯定是有的，但是压力一直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督促我前进的一个动力吧。因为虽然压力大，但是我还是觉得可以让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这份压力就是值得承担的。我蛮好奇小宇什么星座啊？处女座。哇，怪不得精益求精的要求，而且土象星座是比较踏实的。这个孩子是处女座应该是蛮准确的。但是其实我也想知道，就是刘宇他一定会在自己未来的路上越来越好，我不想唠社会科说祝福你越来越好，不会，他是一定会越来越好的。谢谢谢谢，会不会别人比如说在特别肯定你的时候反而给你的压力会更大，还是说只是开心而已？肯定我的时候其实也伴随着压力，就实话实说。因为你一直听别人肯定你肯定你肯定你，其实你自己听多了之后你会产生一定的那种疲惫感。因为你觉得自己做得挺好，其实不是这样的，你要反过来，你要吸引更多的人对你肯定才是要去做的事情。天哪，我又想到一句话，坐思藏思己过，切勿莫落他人非。这句话说的也是蛮棒。 是好，那其实刚刚小宇呢，他的柔韧性的棒不用多说了，我曾经看过他的非常多的舞蹈视频的截图和片段，他是我见过男生前空翻，也就是学术的名字叫做云里翻的最漂亮的男孩子之一。但是其实应该在就是上学期间可能比现在要做得更加标准，是不是？对对对，上学期我记得我最好的时候是连翻3个。对，真的啊？对对对，然后连翻3个中间不加那种起跳珠，直接干拔的吗？干拔干拔。大家不好意思，解释一下专业词语，就是说不用助力，直接在原地拔起来的一个空翻，需要很强的力量啊。叫干拔。孩子虽然瘦，我跟你讲，但是他每一块都是腱子肉。好，那其实呢，我也想 Q 一下小宇，能不能今天现场能够跟我们一起完成几个手部的韧性动作？当然，您今天既是示范者，同时也是那个考核官。是，我坐旁边也没其他人，是吧？我跟屏幕前的各位小姐姐、小哥哥们、小伙伴们一块来完成，好不好？那我觉得没有什么动作可以难倒你吧？我跟你讲，现在硬
的很，我跟你说。我觉得手部应该可以。那我试试，我觉得，我第一个，要不就是我们Into One的手势怎么样？队长责任又来了是吧？队长推广时刻到。Into One，可以。怎么样？他其实双手脉搏对脉搏，脉搏对脉搏，对，然后转一个我们小五花啊，小五花一个半圈，然后这个时候这个手握拳，这个手 one 一，对，哦，是这样的，对，就一个完整的过程 into one， 哦，这样子，各位屏幕前的大家会了吗？没有任何难度，而且他做的细节很完美，他是做成。我跟你讲，给哥哥也留点进步的空间，不然回家只顾着笑了啊！谢谢小雨。很可爱。那其实第一个动作呢，大家一定要好好回去练一下。我想粉丝们应该都懂的，对不对？因为大家关于 Into One 的这个造型 pose 都已经大家应该都会做。好，那下一个加一点难度，好不好？我觉得下一个试一下这个吧。应该柔韧性。哦，这样子。哦，你不行，你这个比我软多了，我不行哎。我天哪！哎，我跟你讲。你那个是一条柔韧的蚯蚓，我是扑了蛾子，真的怎么我不行不行，我输了，各位看到了吗？都是中国舞，但是层次不一样。没有，就从小我爱玩这个。哦、okay. ，玩这个锻炼骨骼的，锻炼骨骼，因为它让骨骼更柔韧度。所以骨骼想要健康，除了好的补给以外，就是要好好锻炼身体、啊。是的，哎，骨骼怎么样？应该蛮好的吧，虽然就是我骨骼很好的，哇，棒棒的！我今天有刚刚去检查过，告诉我缺钙啊，要多多注意一点，可能还是差在年纪上面了啊。是好，那接下来我们、哎、不是，怎么借你这个话？不是年纪上，不，跟没关系，我说的啊，还是大家记得哦，每长一岁，除了开心之外呢，多加阅历以外呢，要好好锻炼身体才行。对对，好好锻炼身体很重要。是的，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第三轮的抽奖福利了，要抽五位我们的观众朋友送上我们盖尔奇品牌专场的直播福利，一定要点赞和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并且购买盖尔奇的牛乳钙软糖，才能够有这个潜力获奖。那同时要评论什么呢？评论什么？评论牛乳钙？哎，评论什么？牛乳钙软糖行不行？牛乳钙软糖可以啊。牛乳钙软糖就评论这个好不好？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了。那如果直播间的朋友们刚刚刘宇的 pose 的大挑战的动作比较吃力的话。大家日常还是要注意一下骨骼。So example me, OK 。好，那今天其实除了我们的盖尔奇的牛乳钙软糖，今天我们也将为大家抽取我们第四轮的福利啊，关节给力券、向日葵券，然后让家里的长辈们随时注重强韧自己的骨质，保护骨骼的健康。优惠券将会以弹窗的形式来发送给大家，大家准备好啊，三二一，快上券！上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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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抢了券之后来购买你们是。你的单品，请记得一定要有需求再来买，好不好？谢谢大家。那在第三轮抽奖之前呢，盖尔奇还为大家准备了额外的惊喜，我们为大家准备了新一轮的福利链接，大家点击我们的链接，花1元就可以来抢购400减200元的优惠券。哇，这吓坏了，每一套都能用吗？太划算了，只有200张，真的是超大福利价啊！抢到优惠券的朋友们，赶快下单购买我们盖尔奇的产品，就可以同样来参与我们的抽奖环节。准备好了吗？3、2、1，上链接，再上链接，好，上链接，恭喜大家，上了就赶快来买，大家手速真的特别快，希望大家能够没有抢到优惠券的人也不要灰心，同时也要多多来参与我们后面的抽奖，我们的牛乳钙软糖就有机会获得奖品，好不好？谢谢。好，那其实呢，这一轮我们将抽取的五位幸运观众的奖品是每人一个 Into One 刘宇定制的抱枕。小雨秀一下好不好？可以，在一直在我的怀里抱枕，所以大家要赶快参与起来。参与的抽奖方式就是关注店铺购买产品，同时评论牛乳钙软糖就可以来参与我们的抽奖。哦、是的，牛乳钙软糖。小雨可以倒数了。来吧，倒计时，5、4、3、2、1。小雨，我用 iPad 看你本人跟你的公关照是完全没差的一个孩子。谢谢。对。你的那个叫什么摄影师应该不好意思收太高费，你知道吗？为什么？不用 P， 哎，用 P。来来来，各位看一看我们的五位朋友啊，大家自己来截个图看一看我们的五位朋友是哪五位，截图好吗？然后抽取的领奖的方式还是来凭借你们购买的这张详情页面的截图，同时加上你们的联系方式和电话，然后给我们的。官方客服联系一下，到时候跟你确认好之后，我们就会把奖品送到你的手上的，好不好？恭喜大家，谢谢。那刚经过了新一轮的抽奖呢，没有抽到奖的朋友们千万也别灰心，因为后面呢我们还有三轮大奖要给大家。是的，今天不光是我们盖尔奇品牌的专场直播，其实也是盖尔奇的粉丝和小雨的粉丝的大福利。直播之前我们也特别的向粉丝征集了特别多想了解的问题。是吗？
对，接下来我要作为主考官把问题发出来，有请我们的这位即将获得答题状元的刘宇同学给大家回答一下。而且你知道多有趣吗？你的粉丝们超级可爱，他们其实也蛮怕打扰就是跟你一起合作的同事们啊，所以他会悄悄私下说，哥哥不用回，看到就很开心了，可以帮我问小雨怎么怎么样，特别有礼貌。夸一下孩子们，是不是在你心里的他们也是特别有礼貌和可爱的人？对，他们一直很有礼貌，很可爱。哇，哎，这句很可爱，我帮大家要到了啊。好，接下来我要开始提问了，小雨准备好了吗？来吧。好，那我要抱着我们的盖尔奇来向小雨提问啊。好，第一个问题，有粉丝问，在减肥的道路上遇到最大的险阻是什么？小时候练舞的时候，把这个大腿的肌肉练得太粗，然后减不下去。由于你是凡尔赛吗？没有，真的就是他们肯就是经常就是我感觉脸瘦的身上瘦的，但是一看大腿哎很粗。我大腿挺细的，就是头大。但是小雨你刚走过来，我就感觉是非常非常细的走过来啊。没有。如果要是一定跟古代神话里面想的话，我其实大概那个时候想到了《诛仙论》里面有一只非常翩翩公子少年的鹤仙，我觉得跟你形象蛮像的。是，因为比较国风，然后腿又很长又很直。现在是不是其实那个大腿肌肉退化一些了？没有哎，还在。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训练也要一直跳，因为现在有跳不同的舞种嘛。但是其实那个舞蹈每天也会很锻炼自己的大腿肌肉。对，而且我还自己会跳一些就是暴汗操什么，然后也很锻炼自己的。该不会穿着暴汗裤之类的？暴汗裤我忘记买了。有机会跟你游过去。好 ，OK。那第一个问题听到了啊，就是并不是吃的，而是他在专业训练当中那个腿部的肌肉比较发达。那第二个问题是，大概什么时候发下一位自拍呢，老板？哎呀，自拍不知道，这反正今天发了他拍。OK， 好，那我们来听听看到时候看一看那个他拍是怎么样的啊。接下来如果要是用一种水果来比喻自己的话，刘宇认为是什么水果？我觉得是芭蕉，因为我看起来老是芭蕉的。真的？刘宇你太冷，我要走了，我跟你讲。天哪，就是又冷，然后又有点可爱，你知道那个甜味是后反上来的。我不行，我要吃个糖压压惊。我跟你讲，粉丝们，你们家小雨真的是又臭屁又可爱，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有哦。好，芭蕉，那我如果要是用水果形容自己是什么呢？啊，一定是有橙味的牛乳盖碗糖了。好，小雨，你平时用微信的话，会跟朋友发自己的表情包吗？会，就但是用的都是一些比较好看的。讲真，注意一下当时的养成类的综艺节目里面呢，我发现你搞怪或者说觉得不帅的角度或者是瞬间也是有点少。你是不是自己比较会做表情管理，还是天然就是那个样子？没有那些失控的时候，但是呢，基本上大家觉得可能那个失控的状态确实有点不太好看，他们也就不用了。你知道我的微信当中女孩子们常给我发的你的表情包是哪一张吗？是什么？在你的家客厅里面跳蒙古舞的一个截图，然后底下配的字是大鹏展翅。OK， 好，你们的表情包是哪个呢？多多在弹幕里面跟我们分享啊。好，接下来的下一个，最近呢常说的一句口头禅是什么？最近真有，就是还有几个不同呢。哦，真的？一个是没问题没问题，然后第二个是来准备，好，三二一，大家好，我们是，就是大家好，一直说这个，大家好，我们是。哎，小雨，你刚说到这儿的话，我帮忙大家多插一个问题，因为知道现在工作其实安排的特别满，特别忙，应该是人生比较癫狂的状态了。还吃得消吗？我觉得还吃得消的，因为其实每天就会遇到很多不同的人，你看到很多新鲜面孔，你会觉得。你会想把自己的一些能量输送给他们，对，然后你输送完能量之后，他们会反馈给你能量，你觉得这种能量交换的过程其实非常有意思，然后觉得其实休息的时间你就抓着，比如说车上呀、飞机上这些时间休息一下，对，就够了。小雨，今天我也接触到你能量了，你知道你今天给我的能量是什么吗？是什么？是盖尔奇牛乳盖软糖。城乡四溢的能量。是的啊，大家一定要记得城乡四溢发发发。好，教育生活当中是喝奶茶多一点，还是喝茶多一点，还是喝咖啡多一点？喝酸奶多一点。哦，真的？对。为什么？因为
酸奶好喝，对身体也挺好的，挺健康的。对，我本来想说这句话，后来觉得有点太土味。啊，怪不得你奶奶的感觉，但是是真的，超级白。你们看看这孩子，来，你把手放我手旁边，你看他有多白啊，这个手。我的妈呀！另外一件事，因为它里面呢，就是是有橙子的味道，我不知道有没有添加维 C 啊，是不是会让人感觉特别棒的效果，很棒啊。没想到小雨其实这么的给力，头脑转动特别快啊！我刚刚问完之后，真的是心里面觉得心悦诚服，特别的舒服。那相信直播间朋友们也肯定有喜欢喝奶茶、咖啡或者酸奶的小哥小姐姐们，今天要为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们送上第五轮的优惠券。就是经常喝茶或者是喝咖啡的朋友们呢，其实会让自己的某些方面的健康因素会有一定的影响。我们要给大家轻松补钙券，让大家都能够好好的呵护我们自己。优惠券将会以弹窗的形式来发送给大家，大家准备好了吗？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为大家上券，三二一，上券，上券，上券啊！好，拿到券就赶紧来购买就 OK 了，好吗？谢谢各位。好，那刚刚三轮的抽奖，直播间的观众也特别给力。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只在购物车链接当中，链接一购买三盒盒装产品就可以得到一整片的定制明信片，点击链接。接二购买一组四盒装的套装，就可以获得我们的 DIY 骨器的惊喜盒和我们的这个贴纸。购买链接三的话，就可以购买一组五盒产品，就可以获得一个人形桌立牌。还有购买链接四是购买一组里面六盒装的产品，就可以获得一个定制抱枕。那要大家提醒的就是，我们的点击产品链接，记得到我们的详情页面里面往上拉，找到优惠券就可以下单，有优惠，千万不要忘记薅羊毛。好，直播间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还有大福利，接下来还有几轮的抽奖要给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这一轮我们要抽取五位的幸运朋友，每一轮都是五，因为 Gaming Five。这五名幸运观众朋友会得到我们的盖尔奇专属的奖品，每个人都会有三盒。我确认一下，是三盒对吗？三盒。一般很多品牌只送一盒、一个之类，我们送三盒，确认喽。好，一开始一盒，后来我说三盒。小雨，我跟你讲。你真的是对自己可能有时候有点抠，对粉丝就大方极了，好吗？回去多喝点酸奶啊。可以。好，三盒的我们的盖尔奇的牛乳盖软糖，大家赶快参与起来。那获奖的方式就是几点？第一个就是来关注我们的店铺，第二个就是来购买我们的产品，然后同时来评论盖尔奇骨气加持，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了。是的。我们的小雨会把我们现场的直播间里面获奖的朋友抽取出来，好不好？大家记得评论盖尔奇骨气加持哦。棒棒。好，接下来有请小雨呢来帮我们待会儿一起倒计时，然后截图选出幸运的我们的五位用户啊，我看大家在打什么啊。嗯，等他们打出我们的关键词看看好不好。盖尔奇骨气加持，哎，可以了，出来了。好，可以了，来准备。嗯，倒计时五四三二一。好，抽到了，来看一看啊。好，恭喜以上五位，来，恭喜以上五位，大家自己来截个图啊，证明你们有被抽到奖。领奖的方式还是很简单，一定要在我们后台找到我们官方客服，来留下你的联系地址和方式，并且和购买的截图。直播结束以后，具体发布的时间可以随时跟我们的官方客服来联络，好不好？嗯，恭喜大家，恭喜。嗯，今天直播间获奖真的不断。哎，我刚刚看到有人说是安徽的门面小雨呀。哇，没有，家乡荣誉感可以的啊，推广一下，希望大家去安徽玩。好，今天我们的直播间真的是惊喜不断，现场呢，我们其实小雨也和粉丝也准备了一份惊喜的礼物给大家。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刚刚已经带给了我们一个，我们就用现场的这个盒子来 DIY 好吗？这个因为刚刚是小雨拿过的，然后帮忙大家一起来进行 DIY。嗯，这边呢还有两张贴纸给大家。那这个贴纸呢，待会儿就会由小雨 DIY 在上面贴出来，变成小雨专属特别版。最后我们会抽取一位幸运的朋友给大家送出来。一定要记得点击购买链接二，购买一组四盒的套装，就可以获得一份Into One刘宇的同款 DIY 骨气惊喜糖盒和贴纸，好不好？好，那怎么样，小雨可以开始吗？来吧，倒计时准备好喽。五四三二一。好，五四三二一过后，小雨要开始 DIY 了啊！开始，来拿好我们的贴纸，在上面 DIY。那小雨一边 DIY 呢，一边我来跟大家聊一聊啊。好，那我看到小雨呢，其实在糖盒上，他一定有自己巧妙的小心思。小雨现在正在 DIY 了，我来互动一下，看看大家都在打什么问题，我看有没有需要帮忙大家问一下啊。心灵手巧刘小雨，好 ，OK。我们家里面三个女性，一个想让刘宇当儿子宝宝，一个想让他当哥哥，一个想让他当弟弟。哇，恭喜你们家真的是品味统一，同时很有品味啊，恭喜。另外呢，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多多把我们的直播间通过各种各样的社交平台分享出去，然后
多多左上角点击关注，多多在直播间里面选择适合你们必须的单品来进行购买，同时也欢迎大家多多关注啊。另外呢，在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当中有这么多不同的套系可以选择，每一轮套系呢都会给大家送周边。现在小雨在画着的呢就是我们买四盒那一套的周边，另外买三盒这一套的周边呢还有里面的明信片，而且明信片后面呢，哇这好帅啊，一二三四，就一直在观察大腿哪有肉啊，有背面呢其实是我们的二维码，然后扫描呢里面还有各种不同的礼物，比如说高清地址啊之类的都有，还有这个人形立牌，如果现在是正在读书的我们的同学粉丝们，大家如果要是有写作业的需求的话，把你们的偶像放在自己的课桌上应该是很大的棒的一件事情，对不对？这个也是要送给大家的。另外呢，待会儿我们还会有像小雨现在手上正在 DIY 的我们的贴纸，待会儿也要送给大家。那既然小雨正在贴呢，没什么事情做啊，那主持人要干嘛呢？我就再吃一粒我们的盖尔奇牛乳钙软糖好了。我再放两颗糖进去。哦，真的？哎，可以吗？盖尔奇同事，导演，我们之后给大家抽取一个朋友送这个我们的惊喜小礼盒的时候，就把小雨里面亲自放进去的糖也一并邮过去，好不好？好，各位，导演点头了。那之后大家会拿到小雨亲自装了糖，盛满了甜蜜，盛满了健康，非常棒的这个礼盒。小雨，你居然想到了这一点。嗯，好，那大家就会送给他了。嗯，好，那今天小雨可以这样吗？嗯，因为很多粉丝之前也有说过一件事，他说我的表情包不够用了，我希望多点表情和素材。嗯，小雨可不可以拿着我们这个很棒的惊喜礼盒，一起来个帅气三连拍？没问题。好，准备好了吗？好，接下来开始倒数，三、二、一，开始 pose。第一个，哇，好可爱。第二个了，嗯。哇，迷人哇！现场反送你看，真的好精致哦。还有什么？第三个是什么？哇，帅气哇，霸气十足。千大，你真的是柔软和骨。福气你都能给的，小雨，我的天，谢谢，恭喜大家，怎么样，表情包有新的素材了，对不对？看了小雨的三连拍以后，我觉得我们盖尔奇的惊喜糖礼盒还有小道具的功能，大家赶快盖着同款来购买好不好？那今天我们直播间对于朋友们的宠爱不仅于此，我们盖尔奇还要发放第六轮的优惠券，仙女加骨气券来独宠你们，不多说，三二一，请上券。有人好可爱，像小居居一样可爱。刘宇瘦瘦的啊，来，请大家来打出我们的券。好，券已经拿到了，请大家拿了券之后来购买你所心仪的这一组单品，好不好？好，那直播间的朋友们，我们第五轮抽奖马上就要开始了，大家先来点屏幕上的小爱心，多多点赞，然后左上角点关注，然后加购和购买你喜欢的单品，好不好？我们第五轮的抽奖礼物就是由小雨亲手 DIY 的骨气惊喜糖礼盒，也就是刚刚这一个，对不对？对对对。各位 by the way， 里面的糖是小雨亲自给你装的啊，小雨亲自给你装了糖，各位，都不是你大学那个学长给你装的，是小雨给你装的， OK， 大家一定要记得。好，大家一定要分享我们的直播间，好朋友好消息要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好，这一轮我们将会抽取一位我们的幸运用户，是惊喜糖礼盒，要打的关键词是什么呀，小雨？骨气青年。好，骨气青年，像小雨一样的骨气青年。好，来，我拿好 iPad，看大家有没有打出骨气青年啊，谢谢。OK， 小雨可以倒数了。五、四、三、二、一。OK， 截到了，我们看看。但是这一组只有一位，所以我们就第一位可以吗，导演？就第一位吧，好不好？公平点，第一位。好，恭喜你。今天真的是国风场，因为第一位的名字叫做石矶娘娘，真的是国风场，仙鹤少年给大家。抽奖抽到了石矶娘娘，此景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见，我跟你说真的，恭喜，挺蛮有趣的，好巧，恭喜大家。好，恭喜石矶娘娘，那既然只有你一位呢，就请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并且凭借你的购买的这个截图，然后跟我们的官方客服来联系一下，把这些都发给他，之后跟您确认好就会把奖品送给你了，谢谢小姐姐。好，大家只要购买我们的盖尔奇周边的品牌就会给大家送我们的刘宇的周边礼品，惊喜也是不断的。接下来我会相信我们直播间小伙伴们都很期待对于小雨的创作啊。大家也知道其实小雨有一个创作的称号叫做灵魂画手啊，反正手卡那么写的啊，我先读出来到底是不是啊，差不多吧，差不多。OK 啊，灵魂画手，接下来呢我们就邀请小雨再和我们的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来做一个游戏的互动。
那游戏规则呢，我要给小雨介绍一下。嗯，好。根据待会儿我给的词儿，小雨需要限时30秒，画出我们的这张画。好，那关于上面是什么词儿呢，在侧面的导演手里有，摄像头不用给哈。好，因为要让我们的屏幕前所有的粉丝和宝贝们大家来猜一猜。嗯，但是导演的手上的这个只有我和小雨看得到。那小雨30秒钟内把这个画画完以后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如果要是说你们能够回答正确的话，那么就代表小雨这个挑战和粉丝们一起完成的成功了，好不好？嗯，好，小雨酝酿一下，我再给大家说。刚刚有粉丝一直问我说，买几套的那个系列的链接是送我们的桌面的人形立牌的，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购物栏里找一下，买五套的那个链接它是送我们的人形立牌的哦，小姐姐们小哥哥们，大家听到了吗？买五套的那个啊、哦，现在弹出来这个就是了，好不好？现在在详情页面里面要领优惠券，好不好？谢谢大家。好，小雨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第一道请看题。嗯。哦，好，拿笔开始，开始计时。哎，我觉得大家应该猜到了吧？你真的小机灵，你真的是，我的天。好，现在呢小雨已经在画画了，大家随时随地可以在那个弹幕里面打出来啊，看看你们猜的是什么啊，猜的是什么。嗯，刘宇可以说很灵魂了。好，谢谢大家，谢谢。仙风道骨有灵魂嘛，这没问题的，大家打一打，我看看你们什么，我再拿一下我的 iPad 啊，我看大家怎么打。有人猜出来了吗？刚刚小雨还说呢，是不是有人猜出来他拿的什么颜色的笔呢？啊、哦，哦，原来是橙色的笔啊。OK， 橙色的笔，什么东西也是橙色的呢？嗯 ，Sorry， I don't know， 大家自己来猜一下，好不好？嗯，我好想给他提示，但我发现我吃光了 ，Sorry，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实在对不起，跟小雨借光了啊，谢谢他。来，大家快打出来一下下，而且这个糖，说实话，没有人遮，没有人阻拦我，大概我可以一直吃下去啊，有什么理由？就小时候那个橘子糖，对对对，啊 ，Sorry， 对不起，小雨，咱们不是一个年代。就是我小时候的橘子糖，嗯，对，没有没有，画好了吗？画好了，嗯，来，3、2、1，哇，这也太简单了吧！各位，你们猜出来了是什么？是什么？大家打一下，我看你们猜出来了吗？哎，猜出来了，已经有人猜出来了，已经有人猜出来了，好多人都已经在打，在我这边稍微快一点，你看是不是这个呀？对不对？对对，恭喜大家，那答案就是什么呢？牛乳盖软糖。哎，我画的真的蛮好的呀。对，我看看。哦，你是正好照搬上面的 logo 对不对？对啊，你画的真的不错。哎，你如果要是不告诉我，我也不会看成那个橙子瓣是茄子的。真的，对，好可爱哦。那个右边也不像方向盘，真的小雨，真的方向、哎、但多汁真的看得出，是吧，是吧，画的非常形象，我跟你说很浪，有股橙子味。好，闻到了橙子味。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一题，请小雨看题。好好，准备好了吗？哦，这个画放到这边来了，谢谢。哎，那个我们盖尔奇的同事小雨亲自画的，看看之后能不能协调通过微博做活动送给粉丝们啊。好，来，小雨看看第二题啊，已经开始了。好，我再帮忙大家再算啊，算时间。真的好可爱哟、哦、这第一个，这个好可爱啊，这个一点看不出，是一点都不像方向盘呐、啊、对不对？好可爱。好，看看第二个是什么。哇，太象形了。我他们都说艺术家的那个单线细胞其实是相通的，就是艺术通一门，大多数的六七门都是通的。我觉得小雨身上从画画也能看得出来，是真的是非常的有趣。而且其实学舞蹈专业的话，大家知道大概10岁左右就要进入到中专学习的阶段，半天专业课，然后半天文化课，压根儿没有美术课的，所以还能画这么好，我觉得孩子应该就是天赋了。你干嘛？你到底这个？我忘记题了，来，导演给我看一下题面，我看对不对啊？哇 ，OK， 好，好了，小雨，你先不给大家看之前，我先问你一个事儿啊，你爱吃茄子吗？怎么生命与茄子息息相关？哎、我刚才就画这一笔说完了，你就想象茄子对。来，秀给大家看，3、2、1，来看看。我跟大家说哦，就真的完全不像茄子的，对不对？好，大家来猜猜看是有什么啊、哦？大家来看一看啊、哦，来看看是什么。好，谢谢大家。大家刚刚有人留言说让我们俩去唱二人转，相声也 OK 啊、哦。好 ，OK， 大家来猜猜看是什么？有人打出来吗？
有人打出来吗？是什么？有人说是西瓜啊，西瓜对了，西瓜炸辣椒土椰波波，你回答正确了，你居然能看出是辣椒。新奇，你是不是吃我们盖尔奇牛乳盖软糖吃的多？好清奇，好，所以答案是这个，对不对？对，西瓜蘸辣椒。那请给我分享一下，我想知道刘宇弟弟的这个就是茄子啊，不，辣椒的这个创作灵感是什么？就是辣椒，你知道吧？这个我这个辣椒饼啊，它就画的太靠下，然后我到这里这个转弯弧度不太好转。然后就直角转，直角转完之后发现不太对劲，这个辣椒，大家意会一下就行了。东北有道名菜呢，再加土豆就叫做什么呢？叫做地三鲜，请大家多多了解一下。这是小雨在帮中国东北黑土地做出他的文化贡献，问候他的东北粉丝们，你们好吗？请多吃地三鲜。OK， 好，那 OK 了，那我们就玩这两轮就 OK 了，是不是？本来我们这轮就一轮的，因为我们给大家抢出了一些时间，小雨才能做两轮给大家，超级有趣。来，有请导演帮忙把板收一下吧，谢谢。那这两张画呢，我就帮忙留在这边，之后用作什么用途，我们之后再讲，请大家多多关注品牌的官微啊，谢谢大家，好开心。好，那接下来点赞就点起来，今晚直播间点赞只要超过4000，超过了啊，已经超了，已经超了4322，23，我、哦、一直在。小雨，我做这么多直播，一般2000万就开香槟了。今晚点赞4000万，来，在镜头面前大家自己默默鼓个掌啊！不愧是受欢迎的小雨。那我们会在现场抽取五位粉丝送Into One 刘宇的全套周边。开香槟，我们开这个。谢谢你帮我开，好想再继续吃。OK， 好，小雨，那经过你的手允才可以，我们送你的全套周边 OK 吗？没问题。好。没问题，反正是品牌送，没问题，好不好？送吧。那接下来直播间的宝宝们，今天的糖盒时间已经结束了，今天就是要宠粉到底。还记得我们将给大家准备的实力宠粉福利，钙能量满满，关节给力和轻松补钙，还有仙女加骨气的优惠券吗？那就是希望直播间的宝宝们，除了关爱自己，同时也关爱身边的人。然后接下来再给大家下一轮的优惠券，叫做骨质健康秘诀的优惠券，3、2、1，请上券。上券啊，上券以后抢了之后赶快来薅羊毛，真的请相信我，身边无论是男女老少，只要是说想要开开心心的吃我们的软糖，然后每天都健健康康幸幸福福的话，就是都可以分享。尤其马上的话，哦对，七夕过去了啊，没关系，后面还有情人节，后面还有各种节，只要是节日或者谁的生日，买这个送给他都是送礼份最好的关心啊。好，那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再来抽取，我们5位幸运的粉丝会得到我们盖尔奇专属礼品 Into One 刘宇的专属签名照。在这儿，这盒好多。小宇来固执点自己的签名照。好嘞，来来，哇，签名照哎，会送签名照，送5位对吗？导演对，5位，送5位，又是 Game Five 5位签名照。本来是1位，我说5位。对，本来小雨，我下一句真的是要说这个的，我跟你讲，我真的不是要说茄子，我真的要说这一句。小雨想象，是的，本来是说1位，但是我们就给大家5位。我们本来说物以稀为贵，送1位好不好？他说不行，大家要紧紧的团结在一起，所以要 Game Five 送5位给大家，好不好？好，来，接下来请小雨说打什么弹幕？与你一起加骨气。好，与你一起加骨气，那我们就与你一起加骨气，来给大家倒数啊！来，请大家快来打出弹幕，好不好？有人说宇哥大气哦，好，吃了我们的盖尔奇，当然大大又气气啊、哦！来来来，好，可以倒数了，5、4、3、2、1，好，恭喜，这是5位吗？啊，恭喜恭喜大家！哎，第一位叫偏爱宇，哎，恭喜你们，好，恭喜你们5位，好，我今天吃了5粒，我已经相当于喝了200毫升牛奶了，哇，这么棒，所以是不是今天就可以，就是如果实在喝不下去了，又担心说会不会让自己长胖，吃5粒它就很棒啊。对啊，非常好啊。听到各位，我跟你说啊，就是在钙铁锌硒维生素，很多人也说吃茄子，我跟你讲不用，就好好的生活里面吃点健康的东西就 OK 了。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打开我们的截图，大家如果要想拿到我们的奖品的话，就请大家呢来凭借你的购买记录，并且再加上你已经关注的这些截图，成为我们那粉丝以后，在我们的官方旗舰店里面联系我们的官方客服，就可以拿到我们的奖品，好不好？那刚刚我们说到点赞4000万开启，我们的隐藏福利已经开启成功了，就给大家抽取5位我们的粉丝，送出的是盖尔奇，不对，这我必须说一下，本来是1位，全套是1位，对，是不是？小雨，你注意到了对不对？真的真的，我跟大家说，因为我们怕有任何的数字上的错误，所以前面有一个提醒我们数字的提字器，但是提字器之前真的写的是1，对不对？对。
现在是五个一工程的五个，是送五位给大家了，好吗？好，来，小雨打什么关键词？啊，我想想啊，全套的周边，盖尔奇大麦。好，盖尔奇大麦，请大家来打盖尔奇大麦，好不好？来打盖尔奇大麦，然后我就来给大家一起打我们的，打我们的那个截图了。好，接下来买盖尔奇大麦。有人说没关系，我们努努力，五千万也是有的，粉丝们。You are so cute， 你好可爱，好爱你们哦。好，盖茨大卫来了，可以了。来准备，3、2、1。哎，等一下啊，好，截到了，我们看看这一轮是谁，还是前五位吧。有一个人叫只想干饭的嘟兜兜，恭喜啊、哦，恭喜大家，恭喜大家呢，这五位，请凭借现在的截图，然后再加上你们购买记录的截图，并且关注我们的官方旗舰店，关注我们的直播间的同时，然后找到我们的官方客服来跟他联系，然后把你的收件地址啊，各方面的信息都给到他，跟您确认以后，我们会把奖品给你的，好不好？恭喜大家！不知不觉呢，我们的直播间现在已经进行到我们的结尾的部分了。小雨最近的动态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最近的动态还蛮不错的，就是可能过段时间我们的首唱会真的吗？这是专辑的首唱会就要来了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现在知道在哪里吗？现在知道，就是可能不能告诉大家的。这个还是一个秘密，反正是一个 surprise。稍微卖个关子，大家等仙气息来，好不好？哇，我也很期待。OK， 那最后小雨今天有没有什么要对粉丝说的？因为直播间的粉丝真的非常支持你，支持到我都有点感动。谢谢，祝大家生活开心，骨气满满。超级棒，超级棒。好，谢谢大家对于小雨的祝福。那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晚上支持我们的直播间的同时，也感谢 Into One 刘雨特别的加入我们今晚的直播间，作为我们盖尔奇的好朋友跟大家见面。因为我们也希望每个中国人都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是的，是的。对，就像小雨刚刚开场的时候说过的，他其实现在是文化的传播者，他现在还不能自称为文化的传承者，他希望有一天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传承的一方。但是想要成为传播者或传承者，一定有一个前提，就是大家都是开心的，都是积极的，都是向上的，都是努力的，也都是健健康康的。是的，是的。因为小雨其实在之前他有一段采访当中我有刷到过，大家说那个对粉丝有什么期望吗？他其实没有说其他，他说就两个字，就健康，其实就好了。对，健康。对，我们也特别希望小雨现在虽然是年轻，现在在体力还非常的好，腿部肌肉也都还在，可以放肆的奔跑，但是也真的非常希望小雨能够好好保重自己，照顾好自己。谢谢，好不好？谢谢各位，人生有特别多的前提，但是所有的前提都要以健康为基准来围绕和进行。盖尔奇希望大家健康，小雨也希望大家健康，这样我们才能够在自己的宇宙里出其不意，耳濡一方。在这个前提下，今天采访到小雨也是我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希望大家能够看到正能量的少年，看到他努力可爱为中国文化做输出和推广的样子。现在我们也非常骄傲的是中国文化的富强，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党带着我们一直向前走，有了这么棒的前明和道路。盖尔奇深耕中国，希望在中国的市场上为大家开枝散叶。刘宇深耕他自己喜欢的文艺事业，他也希望成为更好的演员，更好的歌手，希望这一路前行上有大家的鼓励，有大家的陪伴，那样的话我们每一方就都是幸福的人。今天盖尔奇专属直播到这儿告一个段落，希望大家彼时有如意，每天都健康。盖尔奇和你一起，与你一起加骨气，我们下次直播约会刘宇，会也许很快就会来，我们到时候不见不散。拜拜拜拜。